你怎么不喝茶呀？我不喝。那看来我们是来错地儿了。应该去酒馆的是吧？等我的酒馆开张了，欢迎您来。还有钱开酒馆吗？活人不能让尿憋死，想办法呗。行，这话赶紧。官爷，您要有什么事儿，您尽管直说，我听着就是。哎呀，这才几天呢，你这一身血可是放了不少出来呀，人都瘦了，我心里也不是滋味啊。您别客气，这些都是我们该做的，该做，该做的，心口如一。那是当然了。摊上了这么大的官司，您可是给我们留了条生路。可是你没给我留生路啊，没听明白，您能再讲的明白点吗？大哥，您干成吗？给他送去吧。最后非把这老东西装进罐子里放火，好好烤烤。哎呀，都是我给别人下套了，还头一回碰着给我下套的人呢，有意思，新鲜事儿，啊，弄得我都舍不得逮你们了。官爷，那个人不是我们害的。上大刑前哪个不喊冤枉？我们跟他无冤无仇。那人说了吗？谁能证明啊？还有他的尸首在哪儿呢？啊？看来您是非要把这官司压在我们身上。不是我压呀，是那人趴在你们身上。我本好心好意，添好柴烧好水，想给你们洗个干净澡，可你们不领情啊。不但不领情，哎，还给我下套！你到底想干什么吧？明知故问。收起你的东西。到我手里的猪蹄子，我不撒手，谁也拿不走。想活着走出大连街，那是做梦。就算你累生双翅，能飞回关东山。还不文书，也会提前一天到。想不到这老警察。这眼睛还真毒啊！咱们碰上硬手了。死了人，为了钱，他不抓咱们，他就不怕日后被追究？不对，他一定是想把咱们身上的银子都掏干净了，然后反打一耙，再要咱的命。这网肚子得有多大？这陷阱可挖得可够深的。有意思。太有意思了，您怎么说有意思啊？这是怎么说吧？事到眼前，他就算是想给我搓个干净澡，我都不搓。我就是想看看这个网里的到底兜了个什么鬼。大哥，您说啊，咱这浑身上下的银子叮当响，哪儿不是好日子？咱出来怎么就受了气呀？哪儿受气了？这是个乐儿啊！三爷，人这一生图个啥呀？不就是图个乐吗？没钱找乐，有钱更得找乐。这乐子来了，咱们啊，得好好乐乐。听您的话，是心里边压得秤砣了。那就看这酒喝的好不好了。武二郎要是不喝好了，
能打得了老虎吗？喝吧，得了。大哥，官印到了。请坐。喝茶啊？没准备点酒菜啊？等唠完喽，我请您喝大酒。多大的酒啊？满大连街的馆子，您随便挑。嘿，看来今天这个事儿啊，大了。说大就大，说小就小。来吧，敞开着喽。官爷，咱们今天关起门来捞干的。你到底想玩什么？想怎么玩？想玩多大的？等玩完了，想给我们剩下几条命？这些您能告诉我吗？玩啥玩啊？才玩上命了呢？我听不懂你在说啥。花钱消灾买平安，多好的事，多简单的事啊！不好商量了，是不是？无路可走了，是不是？那咱们就玩个鱼死网破。记者我都请来了，就在屋外候着呢。今天我就要来个悬案大白于天下，不是你进局子，就是我埋在此地。你说我还纳闷儿呢啊！不是这关东山钻出来的人，哎，怎么软乎乎的跟豆腐一样的？这一折腾，到底给打回原形了啊！硬气，野性，好啊！三爷，嗯，您说大哥到底掖着啥宝？我也不清楚。我呀，溜溜去吧，看看有没有什么埋伏，咱们拢好跑。雷德亮子，哎，你哥俩去哪儿了？说话呀！我干什么去了？啥意思啊？你要找的人呗。把记者叫进来吧，咱得让记者看清楚。不不不，让整个大连街的人都看清楚，这麻袋究竟装的什么。阿兰，请记者进来。来了。解盖吧。等等，哎呀，焖了一锅好菜，就怕出锅早了，早了保准味儿不好。给我烧锅开水，我再给他加把火，把它浇熟了。不渴吗？您说了算。只是烧糊了一锅好菜，这担子谁背呀？话是我说的，当然是我背了。当着记者的面，有这话就行。烧水。
想收手还来得及啊。是啊，想收手来得及。非得捅出一身血来吗？啊，不杀出条血路活不成了，这都是逼的。谁逼的呀？刀子顶后腰，不让回头看呀。不是，刀子顶后腰上了，为啥还不从啊？我想干干净净的活。水烧的差不多了吧？啊？你这个人挺稳当啊，热水翻腾着你还能坐得住，心里头有底，当然坐得住了。别撑了，再撑撑破了啊。这话说给谁听的？没救了。哎呀，没救了。哎呀，这一晃神的功夫睡着了。嗯，喂，水烧开了，烧开了好啊。那抬进来啊，您说的算，那就抬进来吧。您要是嫌水不烫，那就再烧烧，水有的是。浇水。关爷发话了，胆小民能不听啊？记者兄弟在场都看得清楚，指望将来写的能更清楚。还啰嗦什么呀？快浇水吧。听关爷的。等等。那是灌了多少酒啊？借酒浇愁，越喝越愁，到底把自己愁倒了。锅盖掀开了，菜看明白了，把底料亮亮吧。老潘头是假死，你别问我是咋知道的。这手绝活啊，不能讲。我没让他立马活过来，就是我想弄明白，到底这是摆了个什么局。咱话从头讲，我们是刚进屋，就赶上了命案，立马又被人撞破了，还劝我千万不要报官。这场戏把我给弄迷糊了，也吊起了胃口。我特意把老潘头留在店里，并让我手下人暗中盯住他。老潘头是假死，也就死一阵儿。等他活过来了，他该怎么办呢？这戏就有意思了。果然是关东山钻出来的人啊！关爷，我该说的都说完了，该您说说了。为何用此手段？你问多了吧。事情说清楚了，这个官司就算了了。我要是不说呢？您说呢？啊？当着明白人不说糊涂话啊！
这么说吧，闯关东回来路过此地的人，警察局都要验过把脉，让你们光溜溜的回关里。这钱不是我要的，是上头要的，明白吗？我们这身皮是拿命玩出来的，只要命还在，这身皮扒不掉。能不能扒得掉，总得试试吧。这一局啊，我认输了，啊。可你得给我记住，在这个地盘上，赤龙得盘着，赤虎得卧着。哪天我打个喷嚏想起你，你可就有麻烦了。听明白了。老潘头的供词。供词。没有供词，你敢让我交活人吗？又哪有底气跟我打官司啊？啊？官司了了，回去喝点小酒。喂，回家呢。大哥，这手可真绝啊！这都是让他们给逼的。啥甭说了，官司了了，咱找个好地界儿，接着开酒馆。我看啊，老潘头的这门脸儿，风水就挺好。啥风水好啊？嗯，邪性晦气，这不吉利呀，大哥。一开门。死人变活人，这不活脱脱的一出好戏吗？咱们在关东山看过这样的好戏啊。咱们老酒馆是有戏的地方，这戏刚开始，不能挪地方，就在这儿了。听听呢。少掌柜，啊，嗯，哎，我爹呢？老掌柜还没来呢，这点了还没来啊？这要在家的话，不能来晚了，没准是出去了。还没起呢，爹，你在屋吗？あなた、ちょっと来て。どうしたよ。いいから来て。いなさいよ。どうせわからない。早く来て。お父さんにちょっと話を。どうした？爹，不是爹，您再解俩扣。我滚一边去，滚一边去。勒得我！我憋死了，我憋死了，我憋死我了。爹。您这一会儿吃药一会儿上吊的，您能不能让我松快松快？我让你松快了，我就得憋死。你说咱们爷俩这非得弄个你死我活的呀？我不是说跟你弄的你死我活，我是跟那美沙鸡弄的你死我活。我跟你说，那美沙鸡不走，咱们贺家消停不了。不行，你干啥去啊？不是，阿大大，我跟你说，你要是走，
我接着上吊，你信不信？不是爹，你这美沙姬她马上就生了，这娘和孩子两条命了，她耽误不得啊！您等会儿再吊，等会儿再吊啊！想着你还真去了。哎呦哎呦哎呦，杜先生啊，哎，您怎么才来呢？这老客们都挡着您这嘴呢。别提了。遇到一朋友非拉我喝酒，我盛情难却，哎，结果我们哥俩一人喝了一瓶，二哥不上头，说是不上头，就嘛有点迷糊，能不迷糊吗？那您还说得上吗？今儿这叫什么话呀？古人云：“曹操煮酒论英雄，贵妃醉酒百媚生，李白斗酒诗美，嘿，关公问酒斩八雄。”您要是问我喝完了酒之后怎么样啊，我说段评书给你听。得嘞，来了，欢迎杜先生。哎，各位久等，各位久等。杜先生，哎，我们可等你多时了。哟啊，我这位朋友就爱听水浒。嗯，我今儿是特意带他到这儿来听你说书的。这大话我可说出去了，你可别打我脸啊，好好卖卖力气，赏钱少不了。先谢谢您了，我还得跟您说，我就这水浒说得好。哎，我要是说得不好，我倒贴您钱。好，有你这句话，哎，我就放心了。好嘞，秦爷，您想听段什么？那咱们就来一段武二郎醉打蒋门神吧。嗯，成啊。就这一个醉字，还真应了今日的此情此景。列位，上耳朵，咱们闲话少说，现在开书。大哥，别疼。一等我一。왜쳤다이래그러네お父様はいつお戻りになるのどうした急に孫が生まれたのになぜ出て行ってしまったのかしらああお父さんは年上で子供はうるさくて静かな環境は好き店も任せてああ彼は当然休むことができる喜んでくださってるならいいんだけど田舎って帰ってでもいい店も任せる。彼はな、きっと喜ぶでしょう。お店って、あなた、そんなお金がどこにあるんですか？屋敷を鉄塔に入れた。お父様は同意なさるかしら？同意してないんでしょう。恨まれたりしませんか？男は当然やりたいことをやる。いっぱい稼いだら喜ぶでしょう。そうなるといいけれど。别看武松脚下没根儿，但是他的嘴皮子可是有准的。看见了酒馆，高声断喝：“呆！大胆的妖妇潘金莲，出来受死啊！”哎呦，门里的潘金莲一听，吓得魂飞魄散。出得门来，没想到和武松啪撞了个满怀。武松搂头抓住潘金莲，只看他手起刀落，就听得咔嚓嚓、咕噜噜、噗噗噗。那位说怎么这么乱呢？我跟您说，一点都不乱。这咔嚓嚓，脑袋砍下来了；咕噜噜，脑袋咕噜地下来了。这噗噗噗，怎么回事呢？武松劲儿使大了，连放了仨屁。嘿，啊！你干嘛打我？明明是武二郎醉打蒋门神，你怎么说成啊怒杀潘金莲了？这丫段爷，您消消气儿，杜先生您给说串了。段先生，您先慢慢喝着，我这家里有点事儿，我先走了。秦爷，您别走，
咱这事儿还没说完呢。哎，这位爷，你看，我再给您说一段不成吗？你这么的，你让武松打谁，我打谁？干嘛？我答应你，我就坏了我的好事儿。别！哎，这要打坏了，您就认了一亲爹。听说就图个乐子，加起。哎，行了，我告诉你，这张嘴，你要再放我手里，我摘了你这口条。改天我送您壶茶。没事吧？啊，杜先生。哎呦，就这样还没事吗？我疼啊！哎呦，疼算轻的了。您要没有韩先生、韩爷在这拦着，就您这身子板，还不得让他给拆了呀？什么都别说啊，韩爷。嗯，我，我谢谢您了。没，对，改日我备上好酒好菜，我陪您喝两盅，到时候啊。你说让武松打谁？我他妈让他打谁？我只要不打我就行大哥，哟，我都有啊！倒个彩头，大吉！谢大哥，啊不，掌柜的。咱们兄弟发财。掌柜的，哟，掌柜的，咱得发财，生意红火，生意红火，谢谢掌柜的。我把这门帘子挂上。想看就到外头看去。怪他们哥俩这心长了草似的。门对门，从那天开张，人家那边可是又是锣又是鼓的，咱这窝里闷着点儿。你想咋闹呢？怎么也来挂鞭呢？这些年在关东闹的他还小啊，到了大连街本不想闹呢。嗯，还是碰上动静了，你不嫌闹腾啊？咱开这酒馆就是为了找个安生地儿，有个活干，讨口饭吃。我想着也是讨个吉利红火呗。红不红火，咱爷们在乎，求得个顺服，比啥都强。是。张掌柜，客了。哦，
こんにちは。いらっしゃいませ。您请坐。中国人。哎，这榻榻米你不能穿鞋上去，你得把鞋脱了。左下单。想吃点什么，您尽管吩咐。您听见我说话了吗，聋子？不知道。听不见说话就是聋子呗。新店开张头一天，第一个客就是个聋子，他能听见动静吗？没动静，这店还开个什么劲呢？那我就给你整点动静。爹，你怎么回来了？我给你整动静回来了。您里面请。哎呀，您这进来吧。掌柜的，他在门口转悠半天了。哎呦，您好啊。您是掌柜的。哎，没，我这店啊，新开张，啊，您是头一位客，给您，哎呦，给您，哎，您这儿，来，掌柜的，如您不嫌弃，我每回来打二两酒，沾您一脚，小差我自备，您人多了我就站哪儿喝，人少的时候。我坐下，您看，这样行吗？我不耽误您做生意。什么叫行吗呀？太行了！啊，来来来，您坐，您坐。哎，您这是给我撞门面来了，啊，我谢您呢。刚从那边过来，我就闻着它的味儿。我最喜欢喝的就是你们家这酒。谢谢您，杜先生。哎呦，韩爷，杜先生，您这是去哪儿啊？吃饭啊。哦，对，这点该吃饭了。我是说您啊，请我吃饭。我什么时候说要请您吃饭了？赵家茶楼。您喝大了啊啊啊啊！评书讲串了，要不是我，您这半条舌头可就没有。对，当时真喝大了，迷糊了。对呀，这清醒了之后，您说请我吃饭的呀？您说当时都喝迷糊了，哪能记得住这事儿啊？我赵家茶楼问掌柜的。哎，你看您这是干嘛呀？您这个，我跟您讲，他有的时候那个什么，我那舌他饭碗砸了是吧？手头紧，走，
我呀，全当您放了个屁，我听了个动静，啊。不过杜先生，大连这街道小，啊，不靠谱的事儿别说，说出去啊，丢人。韩爷，嗯，我虽不是教书的，但我是说书的，说书的也算半个文人。就您刚才那话，真是伤了我的自尊，让我没了颜面。哟哟，就冲您刚才这话，咱们今天当面锣对面鼓敲打清楚。您说，我什么时候请您？今天好，现在不错，走着不成？为什么呀？今天我刚吃完呢，这肚子没地儿了。我还没吃呢。是，您是没吃。您说我要是请您，您坐那在那儿吃，我在旁边站着看，嗯，那您脸上它也无光啊。我改天，改天我请您。行，哎，三五天也是改，一年半载也是改。您告诉我，改哪天？哎呀，您真认真呐！好，不出这个月，我保准请您吃顿大的，喝顿好的。好嘞，杜先生。哎，不信，说评书的嘴绝对负责任。等您的信儿了。不是，我就说说评书这嘴啊，真他妈没把门的。您，哎，您慢走。